去吃饭去吧。直接人家就过去了，他直接就钻了。对。今天喂的井井有序，现在咱们很熟了。嗯。吃吧，吃吧。你别说，咱俩挺快现在。嗯。那边差不多了。是吗？嗯。那咱就还是有三个步骤，喊牛粪。对。我们把牛粪铲到那一堆不就好了？好嘞，朋友们，啊，咱们一会儿把那边的牛粪先收了，因为爷爷之前说过这段时间要播种了。行，嗯。牛粪在农牧民的生产和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。被用作肥料和燃料，在草原上，牧民家做饭、供暖、砌垒棚圈都离不开牛粪。家门口整整齐齐、各有特色的牛粪垛，也是草原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。每年春天，如果草场上散落的牛粪不及时清理，会压坏春季生长出来的新草，严重影响草原生态环境。因此，铲牛粪也是牧民们的日常工作之一。嘟嘟，你们去那个后面吧。那个后面？对，我们先去拿那边的牛粪吧，因为那边过两天要播种。好，就捡大块的，小块到时候要把它打成肥料。OK。哇哦！哇哦！这是什么？屎山？嗯，这是有点多。我也觉得很多。我在想，如果这一片地拿手铲，这不得铲一个月啊？我觉得肯定不能是人。我们想直接拿那个车一起铲前去，行吧？可以。Surprise！ 倒一下，然后把它立起来就行了。生活处处是惊喜，快走！别小心啊。好。它太散了。对。咱们应该拿几个盆儿其实就好弄。哎。哦对哦。我们得使用工具，人不能只用手。我们要展现女性智慧的力量。智慧。智慧哪有智慧？两个桶，太好了。其实我觉得这种袋儿是不是也行？行啊。哇，你好聪明啊！哦，真有你的。我感觉我不像铲牛粪的，我像采蘑菇的。捡牛粪的小姑娘，背着一个大箩筐。好解压呀，捡那些干牛粪。对，挺好的，挺修身养性的。哇哇，好大好完整的石。看到这种真的好开心，激动了。我来品一品。嗯，96年的牛粪。
烧出来味道醇香，不认识可好。嗯，可好，我看出来了，都是好使，捡就行了。不知道为啥这么搞笑，我觉得这种屎长得很神奇。哎，不是长得很神奇，而是拉得很神奇，你知道吗？拉得很好，拉得很好，非常好，看着得劲，像墨西墨西，像牛角包，这长得也好，灵芝。哎呦，这个好，这个，这太好了，这个。这太好了，这能当传家宝，这个这太好了，这拉太好了。尔森，满了，送一趟啊。走。咱先卸车，没关系，这个最后一起垒。好。你往上抬这个。这手上、啊。对对。一直抬，一直抬，一直抬，它降升起来。好、哦，哇塞，这么高级！我往前走一点、啊，没事，我往前走一点点，你没听到是吧？我把降下来就好了，下车。OK， 下车。我觉得捡牛粪挺好的，没有追牛一半累呢。但是捡粪它太无聊，说话呗。说话又吃屎，说话又吃屎。哎呦我的妈呀！我感觉我满嘴都是。哎，你快起来，快起来！哎呦我的妈呀，整你脸！牛粪洗澡了，我跟你讲。哎呀！以为你姐吃屎呢。把牙擦一下。怎么每个人牙上都有粑粑？有没有？哎呦，好像有。嗯。我觉得我已经吃到了，我也吃到了，他们的细小的碎末已经在我嘴里了。哎哎，帅！我饱了，我说我不用吃饭了。再回来继续。这份工作让大家都沉默寡言了不少。咱应该放点 BGM。谁的萨摩？哎呀，感觉去在法国庄园里了。嗯。贵妇，很优雅。天呐，心意保护了我！哎呦我天，哎呦我天，我的脚都陷进去了。这是真不好到。哎呦，哎呦！
哎呀，我怎么感觉无穷无尽呢？这个牛粪啊！是的，太炸裂了，这得颤到啥时候去？周璇，哎，给你一只耳机，让你燃爆这个世界。来，给我一只。是不是瞬间感觉有动力啊？我要半空。啊！牛粪上的舞者，哎，你快快，你快快，哈哈，看，牛粪上蹦迪，干就完了，干就完了，松不子，松不子，松不子，松哥。效率很高，我也觉得。那感觉没啥大的了。嗯，都是一些中大。我觉得那边没多少，咱绝对一会儿就给清完了。今天上午。捡完它，捡完它，快捡吧，朋友们！好。我好像那个粪山之王啊！你应该现在吼一声，然后所有小粪球都滚来。好。走走走，我带你们走，眯眼睛啊。无比的高大的时髦。最后一袋，这是不是最后一袋屎？是。是不是最后一袋屎？是。终于干完了。